相传，在战乱频繁的南北朝时期，有一名女将军，因天生皮肤黝黑，故取名为墨玉。崇拜爹爹，勇冠三军，保家卫国。墨玉，如今国难当头，我又怎能成为闺中秀女？我也想上阵杀敌，不白活这一生。墨玉呀，爹绝对不会让你去的。况且，你长得又这么黑，不可能白活一生的。往后余生，不想白活，只想白白的活。白玉仙，诺。楚寒冰，诺。林墨玉，诺。林墨玉，这儿呢，火把拿近点。此次夜行探敌，任务艰巨，有谁愿意请愿出击？将军，白羽仙也请愿出击。好，林墨玉，你去。将军，请愿的是我。于仙，你太容易暴露，而墨玉黑夜正是你的保护色。领命。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女人，说的正是我。敌凡驾临，受灵训，弱不禁风。跟我一起，身轻黑将。娘说的，兄弟说的，外人说不得。可以打我，但不可以黑我。墨玉，你大败敌军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一起喝酒。将军，林墨玉，你可知错？墨玉带领大军英勇杀敌，合作之友。但你身为女儿身，不好好保养，比男人都吵，亏欠了大好年华。来，把自己保养的白点，这个很有效。哎，我一直用的就是这个。谢将军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爹。墨玉，是墨玉吗？爹。墨玉。墨玉啊。快为人家看看，为人家看看。哎，你怎么还白了呢？爹。墨玉娘，不求官，不求郎，墨玉思故乡，书我旧时病，对镜贴花黄。
我不会白活这一生，而且还会白白的活一生。你看墨玉姐姐好美呀、啊，好美呀、啊！征战数年，反而白嫩如仙。嗯，风吹日晒，还能容颜不改。对对对，你们说，这墨玉姐姐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是的，好好呀。对